本期讲解一个小说推完八页最新玩法，故事换简批量搬运的流程啊，这是最新的玩法，故事换简，它不仅简单易学，还能让你在的视频，让你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脱颖而出，非常适合新手小白来操作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一节视频课程啊，这是最新的一个玩法。小说推完也是比较火爆的一个项目，只要精通几种方法的话，两三种方法啊，就每日入几百块钱是没有问题的，月入过万是可以的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故事换简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